在你们还知道组织起来练功，很好。下面师傅再教你们几个新的动作啊。哎，师傅，你都喝醉了，你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对呀、啊，师傅，你就快点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，小易，你怎么又在这儿呢？你老爸要是发现你没去私塾读书，又该骂你了啊！师傅的酒量啊，师傅，我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会醉过？等会等师傅出来了，你们一定要说服师傅，让他教我修功。看你那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还不比我女孩子好。是啊，你学习那么好，你爸才不让你来呢。嘿，小兰，你问师傅呢，叫他出来。谁找我呀？原来是戴老爷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？张师傅，你欠我的钱该还了吧？戴老爷，你看，我老婆刚走。那些钱再宽我几天吧。你老婆死关我什么事？还钱。戴老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给我闭嘴，还钱。戴老爷，你再怎么不讲情面，你得记得我当时怎么样把你从土匪手里救出来的。啊，哎，你给我等着你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别难过，我们以后会乖的。师傅，以后我们以后会乖的。张师傅，我们很想跟你学功夫。我们也很敬佩你。你们两个，不要为了学我这个庄家把式，就把你们的学业给耽误了。回去吧，还是回家吧。哎，表叔，你怎么搞的？怎么成这样了呀？哎，村里有个恶霸欠了我的钱，还把我打成这样。谁呀？那么大胆！走，带我找他去。好，你到哪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的。走，那么嚣张。就是他，就是你打到表叔吗？这位兄台是。原来你就是张大虎，张师傅，幸会幸会。请问您是？在下沈清，是彭湃大哥让我来接您的。哦，彭主席，他现在好吗？最近我们工作搞得不错啊。哎呀，这都是同志们的努力啊！师傅好，师傅好，师傅好，家长叔叔好，师傅好，好兄弟，站好岗，师傅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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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点啊！妈妈做饭很好吃，我可以让我妈妈做饭给红军叔叔吃。我妈做菜才好吃呢。我家里有钱，我可以给红军叔叔买好多好吃的。你家的钱是你爸的，你说了不算。哎，听我说。是什么？听我说，儿童团团长。不就因为你比我多读几年书吗？那听我说，那你们两个去东村口接红军叔叔，你在家里准备好房间，你们两个做好菜，我们三个在这等着红军叔叔。那好吧，现在开始了。
人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村子了，大家加快点脚步。高连长，这就是我们村的儿童团，他们每天都为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农会站岗放哨。孩子们辛苦了，你们是好样的，看到你们就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啊。高连长，我们先到农会坐一下吧，这边请。高连长，请看我，请坐。请坐。高连长，这次我们农会啊，包括我们儿童团、妇女会，知道大家要来，都已经把我们的住处啊都安排好了。稍微休息一下，我就带大家去安顿住处。下面请高连长给我们布置一下工作任务吧。好，张文长，这次我们红军部队到了海陆丰，非常感谢我们地方上的同志和武装力量给予全力的配合啊。那么具体的任务呢，就请新参谋跟各位同志说一下吧。好，张会长，同志们，我们从广州到海陆丰，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补充兵员，第二个就是要做好防止敌人反扑的工作，这些工作就辛苦我们大家了。新参谋放心，我们农会、赤卫队、儿童团全力配合我们红军的行动。好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辛伯伯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辛伯伯，辛苦了。你去哪里呀？我要去团部开会，你们要站好岗，保持警惕哈。辛苦了。辛伯伯去开会了，应该是有什么好消息吧？对呀。新参谋，这次敌人可是来势汹汹啊！张会长，我们接到任务，部队转移到平安洞和49团会合，你带着乡亲们跟我们一起转移吧。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里，什么兵都见过。没事的，不要低估敌人的凶残啊，张会长。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老百姓怎么样。我已经派小沈跟高连长会合，给你们带路去49团。哦，那就这样吧，保重，保重，一路走好。走。你们两个
把那壮丁杀掉，年轻漂亮的留下。高连长，我们目前已经安全了，在这稍作休息一下。你看，我们翻过前面那座山，就已经到了我们红四十九团的根据地了。好。哟，小光。谁？谁？好像是张会长。高连长，你们怎么才走到这里？张会长，你们怎么了？国民党反动派屠村了，我们赤卫队队员全部牺牲了，我好不容易带着孩子们逃了出来。那反动派的部队在后面咬得很紧啊。张会长，你们先走，我们来殿后。好，孩子们快跟我走。快走。同志们，准备战斗。长官，你图谋打死个赤匪，我奖十块，扎花一个，奖五十，你冲我追呀、啊！兄弟们，给我追！